欢迎收看《大脑先生》，我是胡瓜，我是唐丽琪。大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，它掌控了我们喜怒哀乐七情六欲。我们将透过有趣的心理测验以及科学的心理分析，来帮助大家了解大脑的神秘。1955年，美国社会学家提出周哈里窗理论，共分为四个范畴。第四个是未知我，也可称为潜意识，需透过心理学家引导才能发掘。节目将参考此理论，试图探索名人的内心世界。忧郁暴食，你们会不会有时候就突然很难过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？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，哎，都没有，从小到大没有人批评过他。其实有一个人一直在批评他，就是他自己。自己。我们常说那个暴食症是乖女孩的毒品。你不是因为你饿才去吃啊，所以我们两个算是毒枭了。觉得你是一个能驾驭的万兽之王，所以你就是一只有着孔雀翅膀的老虎。很有趣，其实我是羊，哎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这个选项，没有啊。事情不照你的节奏做，你会很不舒服。你的存在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你要相信这件事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